来看到这颗巨无霸地瓜，嘉义县布袋镇一位农民退休之后种植农作，结果种出了一颗重约13公斤的大地瓜，是一般地瓜的40到50倍重，也吸引众人前来观看。镇长也被吸引过来，直说真的是布袋第一大番薯。哦，当哦。民众花了好大的力气搬起这颗超级巨无霸大地瓜，比人的脸还要大，猜猜到底有多重？往磅称一称，竟然重大约13公斤，是一般地瓜40到50倍重。而这主人就是这位农夫。大家都要来要去哦，到底有多重了？买那恭喜，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地瓜了。嘉义县布袋镇这位农夫退休后种植农作，这几年改种日本地瓜，去年中秋节种下这颗番薯，没有特别照顾，没想到挖起来时竟然是颗突变的大地瓜，吸引许多人前来观赏。这目前这粒今年度来看，目前是冠军啦吼，全台湾虽然没有评比，但是我们号称布袋镇第一大甘薯。不过怎么种出这么大的地瓜，农夫自己也摸不着头绪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无意间种出布袋第一大地瓜，也让他又惊又喜。短集赞。记者蔡崇武加以报道。